我试一试，我看看，还真不相信了，这是你这小玩具能干活呀？这样，我天，耶，还能转向呢，你这，挺划算呀，看起来。那后边是个啥？后边？呀，后边那个什么泥头车都安排上了，这个。我天，能给它装上吗？这个？我看看。你这一天有多少钱工资啊？你这技术不行啊，看起来。200块钱，铁子，你往后扫一扫，往后扫一扫啊！一天50块钱都有点多啊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8.7万，这也来不了，太贵了。喜欢可以讲个价，我听我要的听你讲了，对吧？买卖嘛。那我要的话，怕你打我呀。没事，小伙子，放心大胆的讲价。20，卖，你敢讲我就敢卖。拿。